我们的房车大部队在沙河越野基地，国庆节了，必须得配上小红旗。什么叫越野拖挂？这就是越野拖挂，能走非铺装路，能下大坡，能过大坎儿。轻松吗？没用劲儿，没用劲儿，慢慢干也就上来了啊，慢慢干也就上了。啊，房车拍上，让小张在最后，对，待会儿辅助一下，辅助下去。下面给我一下，普桑那个下来，下来那个。普桑这边都是硬劲儿了，没事了，普桑开玩命开了，别往软地儿去啊。这儿来，排上队，排上队，别往软地儿去。可以了。这会儿把你保住了。好嘞，我知道。这块儿光要发白的地方别下去啊。开着普桑来越野，一会儿咱就越，咱不干啥也不回去。下面的大沟是什么沟？通过桥，也是这种硬件吗？啊，硬件，整个能转一圈呢。哦，咱选择地儿露营。啊，就下边，整个经历是没问题。那下边那是个制高点，看大桥。啊，没我要没我今天给他带着，让他走一个选一个。没法，三大就别走。要没有桥哥，真的咱们都不知道怎么绕。不是，你那边绕圈这么长时间。你我上一次是吧？我自己啊，给我定了位，我自己一直跑到村里，我跑到地里，这前顺山通行的，钻地还不一样、啊，我就绕着过桥。找不着这个地儿，找不着，我跟你说，真找不着。哎呦。来了一次还找不着，来了一次不行，从哪边推进？哪边人？定位什么？高峰奶牛养殖基地。对，就是那个道，正好和那道出来，就是进来就行。对。